刘若望，当代雕塑艺术家，陕西省佳县人。从2005年开始，刘若望的雕塑艺术品开始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代表作品《原罪》《狼来了》《天兵》等先后在北京、上海、新加坡、韩国、新西兰、意大利、德国等地展出，先后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新西兰总理约翰基等国际政要的接见，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青年艺术家。2017年，刘若望回到佳县，主持打造峪口艺术小镇。是什么样的情怀让刘若望重回相对贫困的故土？是什么样的灵感让刘若望铺开艺术创作的蓝图？又是什么样的理念让刘若望对未来充满希冀？欢迎收看佳县电视台对话栏目，让我们面对面展开与艺术大师的心灵对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亚韵。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雕塑大师刘若望老师。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不对等的对话，因为呢，一方是县级电视台的记者，另一方则是世界级的雕塑大师。当然我们也有对等的地方，那就是我们都是佳县人。刘老师您好。你好。嗯，好的，欢迎刘老师。好的，刘老师，那么现在呢，对着咱们的镜头给咱们的这些乡亲父老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刘若望。我呢大概是在90年代初，实际上就离开了这个佳县。我先去了榆林，后来去西安，去北京，然后呢后来也到国外，也做过很多展览了一些活动。我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呢一直努力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嗯，因为在这儿呢实际上就是说在农村非常艰苦。嗯啊，然后呢实际上在近十几年里边，实际上是我一直带着很多人到这儿来，到这儿回来以后呢，我们在探索就是如何能够给这个地方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一些改变。对啊，我大概就这样。对，好的，刘老师，那您从事这个雕塑艺术事业已经多长时间了？我从事雕塑有快二十多年了。三十年了。对，因为这个没有一个边界，实际上因为我是属于很小就学习画画，也在农村。之前我原来在佳县的时候就在农村挖点泥了，然后呢去做雕塑。我记得当时像就是拿着那个大卫的这个就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大卫这个雕塑的素描书，然后呢我把那个素描书上的那个大卫的嘴，然后呢眼睛，然后呢我用沟里边挖的这个红胶泥，然后来去做一些这样的就是说模仿啦，一些临摹。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大概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应该就20-30年了吧。对，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就是非常长了。看来刘老师就是从小非常喜欢雕塑啊。也不是，是因为我觉得呢，实际上在我们成长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像我们村大概就是谭家坪，大概是80年才有的店，就是一开始你像我们小时候都没电，没电呢，像小孩实际上就是说他没有。像现在的小孩像有什么很多电子的，像什么电视啦，这个手机啦， iPad 啦，像这样的一些玩的一些东西，没有网络。那么呢就是说当时呢我们每天就是在山里边沟里边啊，在小河里边挖块泥去做雕塑，或者是在河滩里边那个沙滩上边，像我们村原来像有很多这种水冲刷过的这个沙滩。然后呢就是拿个柴棍啦，拿个小刀啦，在那刻个字儿啊，或者是刻个画，在我们的村那个教堂上面，然后画点画。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没有网络，没有现代的这些东西呢，可能更好的叫我们就是接触自然。
我觉得当然我不是说是一个完全守旧的什么现代化不好，但是我觉得人接触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呢就是一切都是从自然中，然后呢慢慢的自己感兴趣了，然后呢去做了。那么刘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您现在的这些雕塑作品啊，先后在哪些国家做过这个展览呢？这个非常多了，这个非常多，像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呀，像新加坡、韩国，像这些都做过，像日本的这些都做过，然后呢像欧洲，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像美国，像新西兰，像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还有呢，你像还有，因为我是一个职业艺术家，我的作品卖出去以后呢，实际上有很多画廊和其他机构，他们在有的会通知我，有的会不通知我，然后来去到各个国家来去做展览。对，刘老师，那您在这个国际上啊，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位。那么就是说，您在这个国际当中有哪些大腕级别的人接见过您？这个像新西兰的总理，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克尔，新西兰总理约翰基，然后呢德国的总统像高克尔，韩国的总理像金宾总，这些也很多吧。实际上因为我在国外现在做的基本上都是在户外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展览，那么在这个户外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展览呢，因为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个文化走出去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像他们做一个小的一个画展，这个小的画展在一个小的一个空间里边展一下，拍几张照片，是这样的。而我们是做的是，我们是几十个集装箱，然后呢到比如说我们明年是在巴黎，明年五月份在巴黎，然后展在巴黎的这个卢浮宫和那个什么花园的那个中间有一个广场，然后呢我们再来去展。我们都是20-30个集装箱，然后几百件作品在那儿去展出。所以呢就是在每次展出的时候，像他的像地方上的像这个市长啦，或者是地方上的政要，他们都会有的会出来想参加这个开幕，有的会主持，也有的会呢就是来去看这个展览，这个非常多。因为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说呢，这些可以来去忽略不计，就是它就是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年都是就这么来去做的。对，刘老师，像您就是在国际上也是有着一位广泛影响力的一位艺术家嘛，对吧？但是我看您近几年就是时不时的回到家乡啊，想在这个峪口打造一个艺术小天地。那么就是您当初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也是在一点一点来去完善。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艺术小天地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在近10-20年来，就是说我一直在探讨这个公共艺术与大众的这个关系。因为我是从佳县这样一个落后的地区，我没有任何背景，甚至我一度时期我是没有这个户口，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学历啊。那么就是说我能够得到像国内外他们的很多人的认可，我觉得公共艺术的对我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的作品进入到大众，要叫大众然后来去评判。那么实际上就是像峪口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外婆家原来就在这边上住，所以呢我呢小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说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个地方在我小时候，你像我们像80年代初很少有书，大家想要看本书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当时佳县大概就是说新华书店会卖一点点书，并且也都会很贵，我们也买不起。所以呢像峪口这个地方呢，就是原来像它是个造纸厂，它有很多书，我们就是经常到这儿来去翻一翻啊，有时候会拿两本小的那个小儿书啦什么的去看，这个对我的启蒙教育是非常有作用的。那么到后来呢，实际上就是当我大概到快10年前吧，就是说我回来，我那个时候经常会约着一帮人开车回来，回到佳县以后呢，我也约着像马主任，就马培聪，
就是马老师，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是忘年交，就是我们在三里沟里边到处来去，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啊，大家陪着一起来去玩啊。一起来去玩的时候，当时我突发奇想，我说小时候我看到这个地方非常大，因为人实际上在小时候，你比如说你看到一棵树非常大，当你长大以后你去看的，其实它是一个很可能是个很小的树，你看到一座山非常大，你长大以后其实那是小土包。那么就是这个地方非常大，我得过来去看一看是不是它还是我像我小时候想的那么大。所以呢就过来看了以后呢，觉得它其实还是有一点大啊，不是想象那么大，但是呢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完全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看了以后家人会心情非常不好，因为这荒草长得很高，然后呢这里边破破烂烂，像这个房子都是发霉的，这种也有一些地方要塌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边实际上做纸做了，我们至少做了有几百年的这个纸，那么纸是中国什么古代的什么四大发明啊，对吧？纸对我们中国人是一个荣耀，或者是非常重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这做了几百年的纸，到现在的这个纸已经就是说没有任何竞争力，它已经面临着社会的这个淘汰。那么就是在这儿呢，我觉得像这个地方这么有文化，这么有历史有故事的一个地方，和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工匠精神啦，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它是完全吻合的，和我们的乡村振兴了，它是完全吻合的。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些现代的意识和一些理念，把它重新来去恢复起来，或者把它给做得能够更好。所以我就是当时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以后呢，就当时跟县里边然后来去谈，县里边也非常支持，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开始在鱼口这儿就开始来一点一点来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我邀请了像很多这种大的设计师啦、专家学者啊，到这块儿，实际上很多人会理解的说是鱼口这个地方好像是由于我个人的艺术影响力，我想做一个个人的一个天地。实际上这个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实际上是非常不重要的。我个人是就像这个《西游记》里边孙悟空一样，就是说，孙悟空他不是说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降服，啊，把所有的妖怪他都能够打得过，但是呢，孙悟空他有一个能力，他可以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能够邀请到，他能够找到，解决这些困难的。那么呢，我呢，其实我认为我最大的魅力和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我能够找到是中国一流的，甚至世界一流的文化学者、艺术家、设计师参与到这里边来，然后呢参与到了一个没落的一个农村，或者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工厂的这个建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再呢就是说我也我们有高端的、有这个有想法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我们同时又有非常接地气的，你就像王小春，像王总啦，像张总啦，像这些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呢我觉得在这个像在我们这个地方能找到像有这样的意识的人和这种素质的人，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我觉得我有信心把它能做成一个世界一流的一个地方。这个不是一个艺术的一个小天地，而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艺术的一个大世界。因为我在这儿呢就是拿着这个，就是我大概快有十年前，就是这个美国的一个画廊的一个老板，他当时呢我在纽约的时候，他还给我我们俩一起去看一个博物馆，他老喜欢给我买一些东西呢。他当时呢就看到这个本子，他说你喜欢吗？我看了以后我觉得确实也不错，所以呢他就买了这个本子，这个大概和人民币2000多块钱。这个本子呢实际上他跟我说啊，这个本子它非常好，这是一个从手工制作的纸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或者我们民间的这些工匠来说呢，他觉得这个纸应该是做的不好的，它太厚了，对吧？它这个不好用，
我们要节俭这个材料，因为我们还在老的观念里边。那么就是说，像这个纸呢，实际上像这样一个本子，2000多块钱。那么就是我们如果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像有做了这个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个纸的这个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个纸转向了，就是做这样的特种的这样的特种的纸，专门给艺术家。然后呢，我觉得像如果我们能做成这样的纸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村庄的话，光我们这个纸，我觉得就是大有文章可做。对，所以再一个就是说，你像我们另外打造的一块，就是说希望这个，就是把这公共艺术，你看到那个在黄河滩那儿，我们现在住了大概有几百个、几十个、40多个这个水泥的，那么就是我们就是把当地的农民从来没有做过雕塑，从来也不知道艺术是什么。对，经过了我们大概就是说十来天的一个培训，我们就可以来去铸出来这样的雕塑，铸出来这样的雕塑，我们就可以介入到像这个整个环境的公共艺术里边。而我们这儿呢，实际上好山好水，而就是人的意识现在我觉得还不够。再呢就是说缺乏文化的一个亮点，我觉得不是说是要花多少钱来去打造，而是一个想法。像我们现在铸造的都是用钢筋水泥，我们跟铺路、我们跟修路修桥是一样的，甚至我们用的还不如修桥的水泥，对吧？但是我们这个作品铸出来以后，在这儿能放个几百年都没有问题。所以呢就是说，然后呢把这些作品做完以后呢，比如说放成一片，然后呢叫人参与进来啊，大人带着小孩到这儿，然后呢像拍婚纱照的能够到这儿，他们愿意到这儿来去体验，愿意到这儿去玩。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再一个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呢打造一个陶艺和这个就是小孩体验，像比如说小孩来去做纸啊，小孩来去陶艺，然后呢就是把陶艺的这个进行一些像开发一些像文创产品。我觉得整体这么来去做起来了以后的话，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是可以来去走得非常远。我们用玉口这个地方的土和玉口这个地方来去做的泥人，我们可以来走向世界。我们用玉口这个地方来去做的纸，我们找世界一流的艺术家，叫他们来去，我们送给他们一些的纸，叫他们来去拿我们的纸来去画，我们可以到打着我们的 logo， 打着我们的品牌，我们可以到巴黎去展，我们可以去罗马去展，我们也可以在北京去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一个事情。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好多人都会，现在好多人就是说在乡村建设里边就是说你阳春白雪的在乡村我们这个地方大家看不懂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呢这是完全是一个谬论，这个不是不成立的。我觉得人人都有向往高端的想象的发明的这种创造的，都有向往这样的一个追求。不是说我们到现在来说啊，我们可能我们走太远了，我们再去退回两步可能就跟观众来近了。我们要永远努力去做我们最有想象力的事情，我们都不一定能够跟得上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发展，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我认为农村应该引进高端的文化人艺术家，进行对农村的一个改造，进行从一个理念上的一个，从一个认识上的一个引导。这样做起来以后，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整个像乡村振兴或者是我们民族的振兴才会有希望。如果就是说我们简单的去帮助谁叫他能够脱贫了或者怎么样了，那像现在他们不是也提出也有反贫嘛，对吧？脱贫了以后还会继续要穷了嘛，对吧？那么就是如果我们从影响理念上大家来去改变了，可能我们是真正的一个脱贫。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就是说把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生产的陶艺可以来走向一个是国际化啊，这个地方做的纸然后走向国际化。另外一块呢，我们要把少儿的这种动手能力，因为像中国的孩子，像我去过世界很多国家，
我发现是这样，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孩子跟我们的教育和这个的一个区别，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发达国家的这个孩子啊，他实际上是这个，就是说他更注重这种创造和这种动手，而我们的这个呢，就是说他更注重就是说小孩就是说应试啊，考试，我们的孩子非常能考试，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发明创造和其未来的他的这种跟社会的这种融入，这个能力会非常的差，会欠缺一些。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就是说，因为这个村子鱼口这个村子，它就是一个做手工艺的一个村子，对吧？一个村子在做纸，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把手工艺进行一个复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小孩能够在这儿能够接触到了自然，能够在这儿做陶艺、画画、做纸一系列的，像就是说他爸不玩手机，或者他少玩手机，而是一系列的能到这儿来能够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谢谢刘老师的回答。那么就是为了这次采访呢，我也看过您的一些资料，就是您的这个《原罪》《狼来了》这些雕塑作品，确实给人一种非常非常震撼的感觉。我觉得这种震撼的感觉就是难以用这个言语来表达的。所以说想问一下您，就是您觉得您的这些作品啊，对于说咱们这些普通的群众来说，您觉得他们能不能接受您的这些现代艺术作品？我觉得刚才其实我说的就是这个观点，我觉得不存在是大家接受不了，因为我们陕西人和北京的人啊，或者说世界的人智商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在一个封闭的，我们每个人其实呢，在我们的出生我们的环境相对比较封闭一些，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可能对好多东西呢，就是他就是我们想着会有一个接受不了或者什么样，因为我们像这个作品在北京啊，或者在其他的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或者在欧洲，在美国，他大家都能够接受。对，因为我觉得大家不是说你要在这个里边要去吸取一个什么样的教训或者一个教育，而是参与进来，你去了解一下世界还有另外的一种思考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存在说大家会接受不了，或者是这个，我觉得，我还不够前卫，我一直害怕我陷入到一个古板教条的没有创造力的一个状态里边。那就是想问一下，您期望您现在的这个艺术创作啊，能够咱们这个给咱们这个峪口村，这个中心的这个家乡带来哪些变化呢？我觉得首先呢，其实不是给峪口村来去带来变化。首先呢，我觉得是应该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地方，要吸引国内或者是国际一流的人，他们经常要到这儿来去搞讲座，搞一些公益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个教育，所以呢，就是它是带来整个这一片和这个向往文化、向往一个高端的一个追求的这些人和青少年的这种启发教育啊，对，这样的我们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第二块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步，那么就是不是说峪口村的一个它的一个变化，而我觉得是佳县，或者是我认为啊，就是说因为好多人都喜欢比较谦虚，或者是就是说要说自己我们先做不到，或者我们怎么样，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就是说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做了很多大家认为不靠谱的事情，但是呢我到后来我都做成了啊，我要去北京，我要去做艺术啊，大家也都在那儿去嘲笑，但是我们做成了。我要走向世界，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是一个陕北的一个农民出身，你来去走向世界，这个是不可思议，因为你不是这种正统的像什么高端的学历和留学的背景，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背景，你走向世界，这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不靠谱的，但是我们做到了。那么像峪口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和努力，它是不是属于佳县的一个峪口，或者是峪口村的一个峪口，它是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峪口。我觉得这个现在网络流行一个话叫什么，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可能是我觉得我们想象力还是不够。因为我去过世界上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童话世界，但是当我们去了那儿去看了以后，分析了以后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自然的环境和整个这个生态这个环境来说呢，峪口我觉得至少不比这些地方差。嗯，如果我们做不好，我认为是我们人不行，对，而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不行。我们峪口有这个几百年的作址的历史，我们有黄河，我们黄河边上有教堂，我们边上有白云山，我们前边有古镇，对吧？嗯，然后呢，我们像黄河，我们为了做这个事情，我们像沿黄路，我自驾游走了有好几回。我们前段时间大概就20多天前，我们又去走了一回。我觉得越走，我就峪口这地方越有信心。对，你像党家村啦，像很多地方，人家做的也非常不错。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历史，我们有文化的一个，有文化人，我们过去出了多少个名人，都是这样的。峪口呢，我觉得在黄河边上，以坐址坐了几百年。过去实际上就是我经常跟老一辈的人在那儿聊天，因为我交往的人就是很多年龄比我大几十岁，但是我们都是好朋友，啊，就是说他们经常会说啊，他们一到峪口这个村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从这个山上面原来不走嘛，一到这个村以后，看到这个村里边跟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就是整个白墙，对，这是峪口的一套亮丽的风景，啊，就像他这种白墙，那么实际上呢。在咱们陕北这个地方，像原来农村，实际上你砌个墙都很不容易。原来自己的窑洞你都不可能刷白了，也就是你用白灰来去泥这个东西都，就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峪口因为亮纸，所以他做的是白墙。对。所以呢，我觉得像这个白墙，这就是一个峪口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像现在就是我们想把这个厂房全部做白，然后呢，像峪口村，我认为把这墙全部做白，这个就是，然后我们恢复。就像叫人离远一看，峪口村就是像一摞一摞的白纸。嗯，我们要恢复峪口造纸的工艺，我们要增加现代的像陶艺，其他的一些做手工的一些内容。我们要增加公共艺术。我们可以来想象，如果我们山坡上放上多少件啊，200件、300件水泥做的雕塑放在这儿，我觉得冬天下雪后，然后呢照上几张相。足以会叫人，就是大家像礼拜六礼拜天你到这儿来去体验一下艺术，对，带着孩子到这儿去看一看这个艺术作品啊，然后呢这儿有做手工的这种像陶艺啦，做纸啦，绘画啦，这一系列的这种体验。然后呢像家长在这儿，我们这儿有书院，有美术馆，然后呢家长你在这儿喝杯咖啡，我觉得不是说是人家一说是哎，佳县人喝面汤，当然就这个，我不是不再评价说这个喝面汤好与不好，实际上关中人喝面汤比佳县人喝得多，对吧？我觉得佳县人也可以来去把生活做得更有品质，对，可以去喝咖啡，可以去喝茶。我不同于很多外面的艺术家，觉得说哎，这个佳县不要去改变。啊，我们应该就是说保持这个破窑，然后保持这个羊肚子手绢，保持这个花棉袄，因为我觉得谁都不想一直那么去落后下去，对吧？那么我们应该要有现代意识。对，佳县不是羊肚子手绢，嗯，佳县可以有世界的思考。对，嗯，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事。嗯，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啊。人们常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刘若望老师呢在峪口村的这个艺术创作工作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像这种代表性的艺术创作必将在峪口村或者说及其周边地区，就像咱们刘老师说的，或者说是在国内
甚至是在国际上会带来一种出人意料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好的，也非常感谢咱们刘老师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好的，那让我们刘老师和我一起向咱们的观众朋友来说一声再见。再见。对，再见。